陈罗密欧，恭喜陈罗密欧。陈罗密欧今年是他的第五座最受欢迎男艺人的奖项，恭喜您。看到张柏芝让我心跳加速。我很高兴参加才华进入演艺圈，那我的喜怒哀乐都出现在这个小小四方盒子里，谢谢观众陪我一起成长。那今天我看到很多前辈得奖，我非常感动，谢谢你们做我们的好榜样，我会和你们学习。那最后就是要谢谢所有观众啊，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为我投票，尤其是我的粉丝团 The Julia Club 啊，你们辛苦了，我知道。最后呢，我想谢谢我的家人、亲戚朋友，谢谢你们这么多年，从才华到现在已经有9年了，都这么支持我。就这样子，好，谢谢你们。音乐都吓到人了，被吓到了，好，我也谢谢。